真是太有趣了。九把贪官魔人，不要拿扫帚挥来挥去啊！啊，原来你在啊，陈木南科。难道你一直没发现我吗？这东西的造型也未免太妙了吧？咦，陈木南科，你不知道这个吗？哦，好帅哦！这可是现在年轻人之间最流行的特色英雄将军超人哦。年轻人，你的年轻人是指几岁的人啊？大概10岁左右吧。太年轻了，你怎么跟那个小孩一起疯啊？可是我现在也才17岁而已，我还未成年呢，跟陈木堂哥的年纪差远了。别把我说的像老头一样，我也才24岁而已。要不然陈木堂哥，你跟我一起看嘛？真的是酷毙了啊！现在都超受欢迎的。现在小学生的梦想职业第一名就是将军哦，怎么可能？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将军超人播完了，事务所也差不多该关门了。这样下去真的好吗？完全没客人来耶。自从那天之后，已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。千寻姐的事件造成很大的话题，但是并没有为陈木堂法律事务所打响名号。这个月的房租该怎么办啊？不用担心啦，再过不久一定会有大案子上门来的。唉，喂，我是陈木堂。大事不妙了！干嘛一大早就大呼小叫的？将军超人他被逮捕了！什么？对啊，听说将军超人把魔人打倒了。那又怎么样了吗？打倒魔人不就是他的工作吗？不是啦，那是电视剧才这样演的。是啊，那本来就是电视剧的故事啊。不是啊，他真的打死人了！将军超人用将军长枪把魔人刺穿了。我完全听不懂。总之，请你快点来事务所，求求你！真宵他也在这里正在看着电视。接下来是下一则新闻。由于刚才接过消息，超人气儿童节目《大江户战士将军超人》中饰演将军超人的演员和新三郎因杀人罪嫌被警方逮捕，被害人是饰演贪官魔人的一代武志先生。被害人的遗体是在贪官魔人的布偶中被发现的，遗体被发现时被将军长枪刺穿，警方推断将军长枪为凶器，并持续进行侦办中。感觉就像漫画一样的事件，哼，真是一场噩梦，世界末日要来了。喂，陈木堂法律事务所，陈木堂哥，是将军超人的电话，什么？好的，我们马上过去。走吧，陈木堂哥。要去哪？将军超人他现在在拘留所，我决定了，我们要让这起事件充满第一个工作。好，我们跟陈潇先讲讲话。有对话，被他敷衍过去了。好，走吧。你看陈潇，这位就是你敬仰的大明星哦。我说啊，这家伙真的是那个明星吗？别用这家伙来称呼人家啦。
这位就是核心商人先生，是这次委托人。陈木堂哥，我这样讲可能有点失礼。如果你说他曾经杀过人，我应该都会信吧？喂，你在说什么啦？那个，啊，是。请问怎么了吗？不，没事。真是的。其实我懂你想说什么。你见到本人之后很失望吧？没有这回事。如你所见，我就是长这副模样。所以当我连饰演将军超人的机会时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在这部戏演完之前，我绝对不会露出我的真面目，因为我想这会让小朋友觉得幻灭。可是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不知道孩子们以后怎么看将军超人。陈木堂哥，干嘛？他是个好人。是啊，他绝对不是犯人。OK。总之，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吗？不好意思，让我来说明一下。是这样的，事情发生在昨天，我们为了开会，聚集在印度制片厂，从早上10点开始，一直在讨论将军超人的动作桥段，然后预定在傍晚5点左右进行彩排。结果傍晚5点，工作人员聚集到摄影棚时，发现唐光魔人卧倒在布景附近。将布偶装的头套拿下来后，发现那里的头竟然是一代先生的遗体，他胸口被将军长枪完全贯穿了。将军长枪是那是将军超人的武器，是一把长枪。到底是什么？哇，竟然问这么失礼的问题！对不起，核心先生，他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伙子。你说谁是小伙子啊？没关系，将军超人只有真人扮演儿童英雄节目的主角，是以新疆互渡为舞台，以他的宿敌贪官魔人展开激烈的死斗，不过每次到最后都不会分出胜负，就是没想到最后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画下了句点。我知道了，新疆互渡到底是怎么样的都市啊？请问一下，事件发生时你的行程是？那一天我早上9点就到了摄影棚了。你一直到中午啊，我们都还讨论动作演出的内容，因为下午5点的时候才开始彩排，所以吃完中餐后我就在演员休息室睡午觉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发现已经超过5点的集合时间。当我急忙到摄影棚时，发现大家都一脸愁云惨雾，然后我就被逮捕，直接送到这座拘留所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事件发生当天下午，他一直在睡觉吗？感觉大英雄真是草根精啊！不好意思，那个，我希望可以到案发现场看看。哦，那要到印度制片厂，我先画地图。哇，陈木堂哥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根本只想去参观吧。OK， 好。莫斯科印度制片厂大门前。哇，将军超人就在这边拍摄的啊！好棒哦，真令人感动呢。喂，你们能不能擅自跑进来？不，那个，我们是那个律师啊。这样啊。大神，我可是警卫哦，我的工作就不让你们这些家伙爱看热闹的人进去。看热闹，你们应该也是吧？看到昨天新闻事件才来凑热闹的吧？最近年轻人真是……陈木堂哥，等我老了是不是又变成这样啊？我想也许会吧。喂，你们两个。怎么把我讲话当耳边风啊？
请问这座制片厂是怎么样的场所？这座印度制片厂啊，是创造小孩梦想的地方。想当年大神我，难道大神也曾经是个明星？我在布景工作人员之间也算个知名人士呢。是哦，只是啊，谁想到现在要变那么荒凉？但是直到十年前，这是一座充满梦想的制片厂。那时候的阿黛啊，可是大明星呢。啊，阿黛，这是被害人啊，被害人，演贪官魔人那一位啊。要是当年的他，怎么可能演魔人这种角色？何先生的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虽然不是大坏人，但是他的脸就是长成那样子。说实在的，那张脸不适合在上电视，在电视上看到他，连饭都变难吃呢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非常重视这次难得的机会，导致他竟然杀了阿黛。可是又还不确定何西先生就是犯人。错不了的，大神我可是什么事都知道哦。一代先生，请问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什么样的人？你问这什么吓死人的问题呀、啊？一代武士，那可是永远的动作巨星。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他主演的炸弹武士系列。我完全没听过啊。但是他在5年前与拍摄中发生意外，之后就一蹶不振了。现在沦落到儿童节目的坏蛋角色，而且酬劳听说很低呢，听了就心酸啊。为什么你会觉得何西先生是犯人呢？大神我啊，昨天在这里站岗的哦，从下午1点到5点，发现尸体为止，一直都没有离开这里哦。从这里往左走就是命案现场的摄影棚，如果想到摄影棚，绝对会经过这里。从昨天下午1点到命案发生的2点30分为止，只有一个人经过，而这个人就是何西先生吗？没错，大神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但是何先生说他一直待在演员休息室中睡午觉，他当然会这样说，他也不是傻瓜嘛。但是经过这里的人事实上是只有他一个，他绝对是个犯人，不会错的。反正你们就赶快滚回家吧，就算你们继续逗留也得不到什么好处。那个我们是收到何先生的委托来这里调查的。哼，你们两个看起来就一副很可疑的样子，不然你拿出他写的委托书给我看看啊。拿得出来的话，大神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们进去哦。这大神为什么这么傲慢呢？哼哼，他不理我。OK， 调查一下。喂，你们不乱碰。OK， 看来要回去了。拘留所。啊，请问摄影棚的内状况如何？想必大家还是把我当犯人吧？没这回事啦，对吧，陈木堂哥？是啊，我想顶多只有到嫌犯的程度而已啦。不好意思。何信先生，你是否有事隐瞒我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刚刚说你从中午以后都一直待在演员休息室睡午觉吧？是的，我睡得很熟。但是警官大婶说有看到你哦，看到你前往案发现场的那一幕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真的一直在睡午觉啊。何先生，请你要告诉我实情，不然我只是个新手律师，没两三下就被打败的。这不好意思。我那天真的一直都在睡午觉，我可以发誓。我想应该是大神看错了吧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这个样子也不像是在说谎。那个在摄影厂大门的警卫，你就那位大神啊？他好过分，他竟然说我们看起来就很可疑耶。哎，其实我以前也曾经被他这样讲过，他叫我把面具拿下来。他这个人啊，你的地位高的人就会卑躬屈膝，但是只要被他轻视过一次，你就会一辈子都无法翻身了。这感觉真差。不好意思，
可以麻烦你写悔过书吗？好的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大神，这是何先生写的委托书。这个很难看的字体确实伤大字。那孩子怎么会找到这种看起来都不可靠的律师呢？你说是吧？你这样说是要我怎么反应啊？算了，就放你们进去吧。但是你们只能往左走，也就是摄影棚的方向，不能往右边去。因为那是工作人员的作业范围，刑警曾经特别交代过我，不许任何人放通行。陈部堂哥，我在警卫室那边找到地图了，是这有制片厂的地图。哦，这个好耶！喂，150元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陈部堂哥。50元。详细资料 ，OK， 走吧。哦，画面变得好漂亮哦。你认识是那个杀人犯？是上次那个认错人的刑警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次你们害遇见检察官，最近变得很忧郁。他每天都要穿边，边喝红茶边叹气。谁管他啊？对啊，这样说起来，还不是要怪你搜查公车太乱来了。他不说话了，看来是戳中痛处了。怎么办？是我说的太过分了吗？看来这男的还挺纤细的。没错，都是我害的。虽然没想责怪别人，但只有我自己的心是无法蒙骗的。别这样嘛，下次再教我就好啦。是这样吗？话说回来，为什么你们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听着可别吓到哦，我们被委托来负责这次的事件。以后天天给你们碰面了，我的自尊心都要崩溃了。这人真有趣呢，陈木南哥。那个，你们这边的搜查状况进展的如何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告诉你们？我觉得你不能问得这么直接啦，不然刑警先生，请你提供那个东西给我吧。那东西这是解剖记录，这是请寄回给最新的资料哦。我知道了，被你算是的事情给我们添了不小的麻烦。1-5是解剖记录。为什么何西先生会被逮捕呢？这很简单，凶杀案是在这条路尽头的第一摄影棚发生的，被害人是在下午1点进入第一摄影棚的，这时候除了被害人以外，没有其他人在摄影棚。而根据解剖结果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2点30分，这段时间内前往摄影棚的人只有一位，就是核心三郎。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人可以前往摄影棚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问那位警卫大婶。陈木坦克，如果刑警先生说的都是真的，那犯人除了核心先生，不可能有别人的。别想这么不吉利的话啦。那个关于那位警卫大神，哦，那是很亲切的大神哦。咦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一拿警察证，他就端茶跟羊羹招待我了。那个大神根本是权力的走狗啊，而且还为我们准备了证物。咦，证物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照片。照片上拍到那个将军超人前往犯案现场的模样。诶，这是谁拍的？有看到那拱门上头有台监视器吗？啊，你说上面是有写欢迎莅临的那个监视器吗？那台监视器只要有人经过就会自动拍下照片。诶，陈木堂哥完蛋了啦。不过他们手上明明有证据，为什么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？怎么了吗？看你好像没什么精神了，请别人这么开心的表情问这种问题的。哈哈哈。那个，我们希望可以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打听消息。啊，可以哦，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，不过你们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啦。从来没看过有人可以笑得这么爽朗。怎么，南哥，这样我们获得允许了，就到处看看吧。
OK， 好。他不是到处晃晃吗？哦，他普通的尿性。希望啦，我也希望他全部系列再全抄一次。什么堂哥？你看，你看，大神在警卫室一边吃着羊羹，一边配茶呢。他那个样子就是一副标准日本大神的感觉嘛。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老奶奶的等级了。哎呀，是你们呐？怎样？你们已经接受他是犯人的事实了？可恶！记得这位大臣把那张证据照片提供给警信的。大臣，为什么没告诉我照片的事情？哦，你说那个啊？因为我想说，就有心结告诉你们，你们会觉得更刺激啊！大臣，我可是很贴心的。从这里往左看那个拱门，就是那有监视器拍的。每天检查这些照片也是大臣我的工作哦。在这个制片厂，无论想到哪里去，都一样经过这间警卫室前面哦。阿泰是下午快一点的时候进摄影棚的。而命案现场发生在两点半，这段时间内，大臣我只看到核心一个人，监视器也只有拍到他。他已经这么罪证确凿，如果他不是犯人的话，还有谁是犯人呢？会不会就是大婶？哈哈哈，你俩真是会开玩笑啊！他似乎完全不当一回事呢。被害人的一代先生以前是个人气巨星吗？那当然了，以前他可是家喻户晓哦。以前的他是吧？看来已经是过去式了。我小时候很爱看的《胡须武将》系列哦。哦，你说那个啊？以前那段日子真的很辉煌哦。谁想到他今天沦落到饰演贪官魔人呢？也难怪阿泰会对这份工作失去热情。那个关于那台监视器啊，监视器吗？只要人经过那个拱门，侦测器就会自动感应，然后就自动拍下照片，照片上还会记录当时的时间。其实大神我对这方面的东西也不是很懂啦，不过拍下的照片都可以用警卫室的电脑浏览，大神每天回家前都会确认照片哦。OK， 应该对。要到门口才能转出去哦。OK， 工作人员作业区。陈木堂哥，这也是工作人员作业的地方哦。啊，何俊先生的演员休息室就在那边。因为这件事发生没多久，所以现在这边没有人在。我们赶快来调查吧。调查。陈班长哥，我想进去看看哦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回去当纪念。你说东西的定义是，例如将军长枪之类的，那不是凶器吗？盘子上面可以看到带骨牛排，剩下骨头。我也好想吃带骨牛排哦。你不是刚刚才吃过味噌拉面吗？味噌拉面不算啦，要不然什么东西才算啦？有茶、味噌汤、年糕、红豆汤、葛汤、关东煮，这也就日式食物了。连个乌龙茶都没有啊！这也有将军超冷汤哎，陈南哥，你喝喝看嘛，你自己喝吧。这也是巨大仓库，好棒哦！陈南哥，你懂事真多了，我只是发表个人感想而已啦。OK， 好，所以 OK， 切换场景。画到一半的布景被挂在这里，竟然是新江户都的组成。中山马达的电行自动车，
因为我觉得他的定位暧昧不明。诶，用这个骑上坡很轻松哦，你那么年轻为何骑这种东西啊？OK， 再来就这个。排水口的铁道掉下来了，好大的洞，搞不好小朋友都能穿过去。啊，如果从这里进来的话，就不用付门票钱了。那你待会回家就从那里出去吧。嗯，好啊。啥？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就这样。哦，可以进去了。这也是河西先生的休息室。记得他说案发当天的下午，他一直在那边睡午觉。不过没有任何人看到他在这里睡午觉，反倒是有被拍下他出现在命案现场附近的模样。河西先生，河西先生，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？调查城内的许多化妆用的小道具。啊，这也是用法器战士里头的假发。陈木堂哥，快戴上给我看。我才不要嘞。为什么一直看假发？连节目名称都知道啊！因为是时代剧嘛，这什么理由啊 ？OK， 演员休息室已经有面大镜子。嗯，我的发型今天也很有型啊。对，你这发型吧。那些服装我好想穿穿看哦。你穿的服装不也很奇特吗？啊，这是何信先生包包吗？喂喂喂，比上次打开。啊，有这个东西耶！这是工作人员专用的门禁卡，可能是何信先生的吧。上头写的第一摄影棚。我看这都拿走吧，陈木堂哥。我只是暂时借用而已哦。OK， 好，应该都这样了。修这边朝大门。演员休息室就在这扇门禁卡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哦吼，打开了，太棒了！走，我们赶快去看看。我们要出去命案现场，大家好像很开心啊。Go go go！ 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因为那个白色胶带感觉好写实哦。因为今天仓光木人真的被杀死了啊，而且下手的还是将军超人，用的凶器是将军长枪，这一切都不是在演戏啊。新富士山哦，将军超人的舞台不在江户吗？为什么还可以看到富士山啊？你错了，舞台不是江户，是新江户都。哦，是哦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那个不是重点吧？啊，不行，请不要碰！啊，对不起，这孩子穿成这样子，穿成哪个样子啊？那个你是？啊，我是这里的摄影工作人员，平时负责管理和维护大型道具和小型道具。我们是河西山南先生的委任的律师哦。哦，原来我们就是河山先生的。河山先生是那个河西山南先生的简称吗？辛苦你们了，但是亲们一定要救救和尚先生，他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我先调查一下，还没调查完。绳子圈成一代武士遗体的轮廓，由于遗体在看过魔人布偶中发现的，因此绳子的轮廓也与布偶中相同。而且正因为被害人是穿着布偶装遇害的，所以即使被长枪刺杀身亡，现场却没有留下太过血迹。
交谈。那个，可以告诉我们案发当天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好的，那天我一直在制片厂里，当天摄影现场的摄影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位。咦，你一个人？是的，因为这座制片厂其实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而且昨天只是要彩排动作桥段而已。原来如此。上午我们在工作人员作业区进行动作桥段的会议，那时候和尚先生跟一代先生两位都在工作人员作业区。何信先生在演员休息室，就是在工作人员座位区里面吧？是的，没错。我们在那里吃过中餐后，一代先生就前往第一摄影棚了。可上先生的话，我就跟他走进演员休息室。之后我就没再看到他了。何信先生说他在演员休息室睡午觉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没事不会去偷窥演员休息室，我才不是那么不知检点的女人，不知检点。结果还是没能证明何信先生当天不在现场吗？真头痛，陈副堂哥，完全找不到有力的线索耶。假如当天来摄影棚的人真的只有何山先生的话，那犯人就已经确定了啊，毕竟你的照片都拍到了。那个，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我突然想到一件有点令人在意的事情。来了，我就是在等这句话。其实当天下午，我感觉到好几次有其他人在现场的气息。有其他人在现场的气息？是的。不过那会不会是其他工作人员？不，那天唯一的行程就是决定动作桥段的内容彩排，所以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。我想那应该不是工作人员，而是外人的气息。真的吗？可是如果这有人在这里的话，那位大神应该会看到才对啊。也对啦。很抱歉，我说的内容有点不够确切。真的很谢谢你，我们一个去质问那位大神吧。你说事件当天感觉有坏人在附近对吧？是，应该吧。感觉他无法肯定自己的说辞，这没办法作为证词。陈副堂哥，我们去找那位大神吧。如果有人进来这座制片厂，那位大神一定会看到才对。调查应该是就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我们出去吧。哎呀，你们还在呀？怎么啦？这么一脸严肃，干嘛？为什么那种那种怀疑别人的眼神看我？我想再请教一次昨天的事。大神来到这里的时间是下午一点，而直到被害人推测死亡时刻，也就是2:30之前，只有何信先生经过这里，没有错吧？是啊，没错。但我听到有人表示，当时似乎有外人进来哦。你说什么？大神，你确定没有看错吗？大神，是谁？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？哇！快说，快点告诉我，你这个刺猬头，到底是谁这样挑剔大神我工作？就是在第一摄影棚遇到那位，是他。不过是个中国生，竟敢如此。像你现在那边过来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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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，我根本要配那么快。他跑掉了。好了，陈副堂哥，再叫他把该做的事做一做吧。趁他现在赶快拿照片。这是管理制片厂内的监视器影像的电脑。陈木南哥，是不是能在这台电脑看到何信先生的照片？应该是吧。要。好，就来试一下吧。陈木南哥，你会用电脑吗？只是输过数字，应该不会很难吧。总之来找找，是否能找到事件当天的资料。下午一点之后才启动，可能是因为那个大神一点来上班吧。靠北，我哪知道。好，输入完成了，刚刚是随便选的。再去看一次，看什么？好，可以选到对位置哦。为什么会这三组密码？它到底从哪里来？
不用找吧，随便选啊。还是三个都不对，我也不记得有密码这件事啊。啊，验孕资料出来了，我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何先生的照片吗？可能是因为平常都是何先生的穿着，所以大婶才误以为这个人是何心先生吧？难道难怪刑警看到这张照片，一脸凝重的样子。啊，这张照片的背后，上头写着10月15日下午2点，第二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有其他资料吗？没有了，只有这张照片。第二人，陈部长哥，不觉得有这张照片？可以让我们在法庭上比较有利吗？的确如此，有这张照片应该就能让大婶哑口无言了。无言？怎么会变成你无言啊，陈木兰哥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这不是重点，那么就把这张照片拿给那位大婶看。不，先不要吧。为什么？现在还不需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底牌。哇，陈木兰哥，没想到你心机这么重啊，你可以当第二代贪官魔人咯。别做这种奇怪的比喻好吗？好啦好啦，不然今天先到此为止吧。我想这张照片应该是个不错的筹码，不过现在还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犯人，该不会真的是那位大神吧？为什么带去？现在本院宣布开始审理何心三男一案，检方已准备完毕，辩方已准备完毕。预先检察挂案，请进行开场陈述。被告何心三男在10月15号下午2点30分，于云都制片厂第一摄影棚杀害演员一代无子，本次判刑除了被告以外，无人得以为之。检方在本次法庭中完成举证持论点。这样啊，接下来进入审议。预见检察官，请传唤第一位证人。那么，首先是由戏剧刑警出庭。首先，烦请针对本次事件做个简单说明。是，请看这张平面图。这次案件中，是制片厂的位置关系很重要，这也是工作人员的作业区。在上午时，剧组人员在这里进行动作桥段的会议，而这里是制片厂的大门。自下午1点开始，警卫大婶都一直站在那里。在经过警卫室之后，可以看到拱门。经过这道拱门后，可以看到摄影棚，就是这里了。第一摄影棚，也就是发现遗体的事件现场。在事件发生的10月15日当天上午，位于制片厂的人，只有被害人一代五次、被告何姓三郎以及女性工作人员，一共这三个人。在中午前，制片厂的所有工作人员全员都待在工作人员作业区中。接着用过中餐后，被害人一代自身前往第一摄影棚。下午1点，警卫大婶进入警卫室，然后在下午5点，为了进行穿上剧服后的彩排，所有工作人员来到第一摄影棚，结果发现了。根据推断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下午2点30分，凶器是贯穿胸部的将军长枪。这就是整起事件的经过，如果有人想再听一次，我可以再次说明哦。应该不用了。凶器是长枪吗？这还真是可怕。审判长，
这起事件的关键只有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待在警卫室的大神他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原来如此，那么立刻请该警卫出庭。证人，请报上姓名。哎呀，你长得好帅呀，连大神我都有点小鹿乱撞了。我在问你的名字。讨厌，这孩子这样害羞了，叫我大婶就行了。拜托你赶快报上名来。总觉得玉姬每次问证人名字都遇到很多问题。我叫做大厂勋哦，大厂跟大婶这样很像吧。沈放长，我放长真的证人的激光枪发现提出异议。本院认可此项异议，证人请勿肆意发言。真是的，我在找到有趣的地方呢。那么请开始进行证述。证人据说在事件当天在大门前的警卫室，没错吧？对啊。如果要前往命案现场，一定会经过你面前吗？这大叔理解能力真好。请你开始你的证述。大神的威力真是所向披靡啊。大神，我在事件发生当天是下午一点进到警会室的，我知道阿赖他们从上午就在开会。不过大神，我那天上午那个有点私事啊，总之就是下午一点才进到警会室，之后直到下午五点我就一直待在大门附近。阿赖出事的时候是下午两点三十分，对吧？在两点多的时候，有个男人经过我眼前，就是何心呐、啊！我看到他朝摄影棚的方向走去。看到被告吗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进行询问吧。好的。那么在下午一点之前，不管是谁都能自由进出摄影棚吗？那时候的确没有警卫在啊，但是大门有上锁，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用的门禁卡可是进不去的哦。哦，那卡片吗？我手上也有，也就是说跟制片厂无关的人是进不来的。这人在进入警卫室的时候，请问制片厂中还有谁在？在开会。对，在讨论江津超人与贪官无人的对决场面。那我们在上午决定大致的动作内容，下午就开始进行训练。当时预定五点以后要做彩排，所以阿泰才在下午跑进第一摄影棚。明明是练习时间，核心摄影是在演员休息室睡午觉吗？这位大英雄怎么这么悠闲啊？有人在上午来到制片厂开会，那为什么证人却下午才来？请问有什么私事？有点事啦。请你回答。其实我去看热闹，去看阿黛跟何心啦，因为我算他们的粉丝啊。看热闹，放着警卫工作不管。你们年轻人真啰嗦，我不是说大门要上锁吗？这不是问题重点吧？总之，阿黛他们开会，我一定都会去看的。关于这点，我绝对不会推让。好好，我也想看看江津超人开会是什么样子。要不然你别当你没事的，去当警卫吧。我考虑看看。总之，请问我看到被害人吗？你说阿黛啊？不，我没看到。他应该是在大神我回到警卫室前就已经回到摄影棚了吧。在那之后，请问证人在做什么？你确定你一分一秒都没看到吗？当然啦、啊，好歹我是靠在行吃饭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对大神我的工作能力感到怀疑吗？可是昨天我看到你在警卫室里吃羊羹呢。虽然是吃羊羹，也有在看，再吵就试试看啊。再吵试试看，他讲的话好像恐吓哦，陈堂哥。如果你有异议的话，就直接对那位大婶说吧。
在王之证人，你的证书是你有认真的看守。那么你看到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？不是有一个穿着风衣看着就很闷热的刑警吗？我只请他杨根，他就告诉我全部的消息了。不是我爱说，像他这么不会把守秘密，他不适合当刑警。两点，没错。请问你看到男人是谁？年纪都一大把，说要被大吼大叫的。哎呀，别那么丧气，我就告诉你吧。你看到的是核心先生。真烦，干嘛问那么多遍？陈木堂哥，现在是个好机会。好，把这个账单丢给他吧。那大神，我说几次都愿意奉陪。OK， 这边就结束了。这句话只问 Go。你从昨天就一直强调看到核心先生，请问你说的核心先生是指这张照片中的男人吗？等一下，陈不良律师，让我看看那张照片。这张照片是什么？他就是守护新疆护都的英雄将军超人。大神，请问你看到的核心先生就是这号人物吗？那还用说，不管是谁看到都是他核心嘛，是吧，帅哥？这该怎么说才好呢？核心先生确实是饰演将军超人的角色没错，但是核心先生他并不是将军超人。我当然知道啊。那个证人，看沈梦长不太想叫他大神。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照片中的人物就是被告核心先生吗？讨厌，这位道士疑心真重。要证据当然有啊。什么？为什么连玉剑都在惊讶啊？你，证人，你所知道的任何资讯都应该事先让我知道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大神，我明明把这张照片给刑警看的啊，是那个刑警说这张照片更没价值，那不甩我啊？看来你遇见都拿这大神没办法啊。那么证人，请进行证述。大神，我最不喜欢随便乱说话了。上午的时候，他们的工作人员作为去开会，开会的时候，核心那家伙将不小心跌倒，还扔坏了重要的小道具，看他们很慌乱的样子。核心他跌倒的时候扭到脚，扭得很严重。你们仔细看这张照片吧，有完整拍到吧？拍到他裹着一只脚，所以才说这个人是核心，这样你懂了吗？原来他的脚在当时有受伤啊。那么陈部长律师，请进行询问。总之要不断追问，把各种情况都揪出来。住口！我先说清楚，大同可没做过什么坏事，没做过那人背后这件事。辩护人，求求你，请别刺激这位证人。请问当时参加会议的成员有谁呢？这个嘛，除了演将军超人的核心嘛，还有刚刚我脸的阿黛，还有大神火。证人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在旁边观看呢，就只是看着而已。那位女性工作人员呢？哦，那女孩一直在搜寻大型道具。所以那位女孩并没有参加会议吗？跌倒？是啊，没想到饰演将军超人的人会这么笨拙。核心那家伙扭到何一老师，还扭到他的脚，所以大神我很勉为其难的帮他做应急处置。应急处置吗？我给他吐了一点口水。这还真是。当时那位女性工作人员呢？哦，他在这里上大型道具，所以他不知道核心受伤的事哦。
小道具有毁损吗？是啊，就是那把将军长枪。将军长枪，那不是这次的凶器吗？没办法，大祖母当时用胶带把它连起来的。哦，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实吧？不然记录到法庭记录里好了。何医生的伤势很严重吗？是没有到无法动弹的程度，但他吃过中餐后就决定回到警营休息室休息了。总之他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。走路一跛一跛的。到此为止，你意下如何呢，沈判长？有一件事让本院有些诧异，请问是什么事？那个摄影胶金超人的布偶袋现在收藏在哪里呢？这个事实上现在还没找到，目前还在搜寻中。总之，虽然真的看到确实是将军超人，但是从状况一看啊，穿着布偶装的应该是被告何信没有错。的确如此。请等一下，不管可能性有多高，将军超人就是将军超人，证人并没有亲眼看到何信先生本人。辩护人说的没错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除了这张照片里的人物以外，是否真的没有其他人的犯案机会？哼，那么接下来就针对这一点进行讨论吧。证人，请继续你的证述。交给大审吧。我还有，阿赖死亡的时间是下午2:30没错吧？这段时间内，大神唯一看到的人就只有何心了，没有其他人前往摄影棚。如果有其他人的话，大神我一定会看到的。如果前往摄影棚的人真的只有这位人物的话，那么这位将军超人应该就是犯人了。那么陈木兰律师，请进行询问。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？诶，我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请那位穿风衣的刑警吃羊羹后，然后他就说这些都是秘密哦，接着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。你确定吗？对，我确定，没有任何可疑人物经过我眼前。可疑人物是吧？没有其他人前往摄影棚的。但是大神进入警卫室之前，搞不好会有人经过吧？你说下午1:00是吗？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工作座位区哦，大门有上锁，所以没人能够进来。而且啊，你确定是这样吗？证人已经回答过了，如果要去摄影棚的话，一定会经过证人眼前。对啊。哦，这个表情，哈哈。小贱贱，你这都是奇迹啦！小贱贱是一贱的绰号吗？那位大神怎么办法说这么有自信呢？没办法，大神这种生物都是充满主观跟偏见的。还有，今天通常也很差。我不想变成那样。刚才真宵正在想象他自己未来的模样。OK， 我知道了，这边都出事，请等一下，请让我这张照片再做一次确认。这是通往摄影棚的拱门上监视器所拍的照片吧？对，没错。如果有人经过这里，监视器就会自动拍照，是吧？你很了解吗？然后。这些照片的资料都被记录在警卫室的电脑里。你也想到我们警卫室工作吗？这是从那台电脑中列印出来的照片，背面写着10月15号下午2:00，第二人。那当然了，因为这是下午2:00拍的照片嘛。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。我想问的是第二人的部分。第二人？电脑里头只存在了这张照片的资料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这张照片应该要写第一人才合理。
肃静，陈无郎律师，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比谁都想问这个问题。这项证物证明当天第二有两个人前往摄影棚，但是电脑中只留下一张照片，资料究竟是被谁删除了呢？一定就是这位大臣。咦，大臣我不知道啦，大臣我当天真的只有看到核心啦。可是拱门上面监视器上面资料显示当天有两个人经过。这确实是这样。证人，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大臣我也不知道啊。咦，喂喂喂，小电剑，你快来救我啦。我爱莫能助，我也想知道真相。哼，你这孩子真是一点也不可爱。说到孩子，证人怎么了吗？对了，大臣我想起来了。难道说除了这个将军超人以外还有别人经过这道拱门吗？这样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吧。真是的，那么请进行证述。那时候每天在警卫工作结束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那就是确认记录在电脑里的照片。那时候我删掉一些不重要的照片档，现在想起来事件当天我有删掉一张照片。真的，你说我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。这当然了，因为我刚刚才想起来的。总之陈木兰律师请进行讯问。怎么感觉事情发展越来越大条啊？照片的资料是否都会完整保留下来？上面确实要我们这样做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嘛。你怎么分辨那张照片？不重要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看脸大家都知道了啊。大概。这可是一宗凶杀案。所以不是把可疑人物的核心照片留下来了吗？有什么意见啊？不能有意见吗？那被你删掉的那张照片，上面拍的是谁？是粉丝啦。粉丝？是一位很名将军超人的热情疯狂粉丝。那些人从各种管道拿到彩排时间的资讯，案发当天也有一个人跑到附近闲晃。请等一下，记得刚刚证人是这么说的。制片厂的大门上了锁，所以没人进来。这个吗？工作人员就会去那边有一个排水口，那边那个铁盖掉了下来，那个排水口通到外面，他们就是从那边潜进去的。会有人从那个地方跑进去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他们是热情的疯狂粉丝，而且对方是个小朋友。小朋友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大神上面照片上面拍到的是个小男生啦，大概小学两三年级的年纪。肃静，本院到现在再确认一次，当天一共两个人从朕的眼前经过前往摄影棚，其中一位是波德角的将军超人。另一位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小男生。没错，他们每次都来捣鬼，不管怎么吹都对不上他。小学二三年级的少年吗？想必他应该无法使用被当凶器的将军长枪吧，也应该没办法用吧，因为那挺重的。看吧，我就说吧，跟这事件无关，就是因为这样大臣我才把档案删除的。陈木堂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刚刚出现一位可能是嫌犯的候补，但是他很快就被排除了。在此我们先休息五分钟，请辩方检方针对刚刚出现的新事证进行各项检讨。何山先生，
是。你真的一直待在演员休息室对吧？你没去摄影棚对吧？那个我没有去，我一直在睡觉。那我照片上的江军超人到底是谁？我也不知道是谁啊。江军超人的布偶装就放在演员休息室的角落，如果有人想拿的话，谁都有办法拿走。咦？你怎么没有妥善保管呢？因为没想到会有人想偷布偶装嘛。那个，请问我是否能够得救呢？我想状况还挺糟糕的。咦？因为目前为止，除了和尚先生以外，找不到其他嫌疑犯了。怎么会？这该怎么办，陈木兰哥？总之，尽可能先拖延时间吧。想办法掰出除了核心先生以外，还有可能放一个人物吧。原来如此，你是想要尽可能拖延时间，让判决延到明天以后，对吧？对。但如果战术没成功的话，大概就完蛋了。怎么听起来好像垂死挣扎似的？是垂死挣扎没错啊。啊，陈木兰哥，时间到了，那就走吧。请别叹气啊。那么，请继续审理。预见检察官，请发表意见。检方的意见简单明了，状况并没有任何变化。第二名前往摄影棚的人物是十岁左右的小朋友，照片确实不能算是决定性的证据，但事实上也没有其他能够放案的人物了。我方主张核心三郎必须被判决有罪。那么陈部堂律师，请发表意见。辩方的意见和检方不同，可能犯下罪行人物以外，除了被告外，还有其他可能。苏我静，很有意思。那么，请你现在说明吧。但是，如果你指出的人物与本案无关的话，本院必须给你相应的惩罚，你必须特别注意。被警告了。凶手就是当天在执行警卫的大婶。什么？照片上面的将军超人走路跛着一只脚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是知道核心先生在上午的会议中受伤。除了被害人和核心先生以外，知道这件事就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大神。苏静，苏静，是这样的吗？大神，谁最近都有大神的？大神那时候在大门前进行警卫的工作。反过来说，没有人可以证明大神的清白。他应该可以暂时离开工作岗位，偷走将军超人的布偶装，然后前往命案现场的第一个摄影棚。为什么他要特地换上布偶装？这很简单，这是为了不让自己被监视器拍到。只要穿上布偶装，就可以把罪名推进到核心先生的头上。原来如此，这是完美的推案。很好很好，看来是成功的。真奇怪，若是平常的话，遇见这家伙应该会在这时候帅气地提出异议才对啊。你觉得如何呢，遇见检察官？现在我还没想到有力的反驳异议。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你们全都以为大神我是犯人吗？小贱贱，别闭着嘴巴，快救我啦！目前所有指出核心先生为犯人的根据，都可以直接套用在大神身上。大神，我怎么可能把他带？要说大神没有动机的话，核心先生也一样是没有动机的吧？确实没错。这么一来，大神也被列为可疑人物了。虽然对他有点可怜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核心先生。等等，那另一个前往摄影棚的人又怎么说？说大神我上张照片的发的小朋友啊？可是他只不过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小男生吧。不管了，大神在那个年纪打架已经不是我老爸了。你觉得呢，辩护人？那个小朋友不是犯人。你凭什么？因为小孩子就差别待遇，大神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哦。我可是有证据的。什么？那就请我们来看那扇证据吧。
请问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小朋友并非犯人？各位听好了，凶器是将军长枪，而且这张凶器被拍到这张照片，也就是说那个小朋友不可能拿到凶器。原来如此，证人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我想本日的审理就暂时到此为止，检方请针对何证人该证人，请问该证人的姓名是？我记得是姓大厂，请检方针对大厂女士进行更进一步的侦讯。那么本日就此闭庭。他听他打错。给我等一下，既然你们这样子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厂，我把所有一切都讲出来了。那位大婶还想说话吗？证人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有什么没说的事情吗？这大臣我啊，被下了封口令。封口令吗？到底是谁下的？不是遇见吗？总皇这请立刻进行证述。明都制片厂的人在大臣，我不要做出一些事。其实事件当天，制片厂中还有其他人在。他们说我们跟事件无关，所以别告诉别人我们在场这样。可是既然大家都怀疑大臣是犯人，那我也把他们拖下水。哇靠，这个是重要的线索。证人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呢？我就说啦，就是有人叫我别说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审判长，你觉得无可奈何吧？陈部长律师，请进行讯问。有人叫你隐瞒吗？是啊，这是制片厂跟电视台的大人物啊。这件事我怎么没听说？请问当天在现场的人是谁？首先是导演跟制作人。导演？难怪，我一直都觉得奇怪，动作强烈的会议竟然没有导演在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那当天他们在哪里？导演的话，上午的工作人员就会去开会，从中午开始就跟制作人会合，然后去开会了。在哪里开会的？就在第二摄影棚里的小木屋里。第二摄影棚？第一次听到这个场地。以平面图来讲，就是这里，经过拱门往左走就是了。就是那猴子掉落的地方吗？怎么样呢，陈木堂律师，要继续进行询问吗？大臣，这可是一宗冲杀案。我知道啊，但听他们主张的确跟事件好像没什么关系，而且他们给我一点零用钱嘛。那人家零用钱这话给人家说出来，说好些有的对话没问。所以实际上他们当天都在制片厂吧？是啊，一整天都在。在得知事件发生后，在警察来之前就急忙离开了。可恶，待会一定找他算账。他们，请问当天在现场的是谁？OK， 好，这边问过了。审判长，印度制片厂的四方当店还有其他人在场，包括导演制作的，还有大人物。
他们还没有接受警方的侦讯。既然如此，现阶段不能对被告核心先生下达任何判决。本院接受辩方主张，请检方针对本证人大昌女士，还有在证词中提到那些人物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。我知道了。本日核心商谈一样的审理就到此为止。那么本院再次宣告闭庭。我真的非常感谢你，看来我真的找对律师了。不敢当。哈，我们接下来要再次前往制片厂进行调查，我们必须调查刚刚提到的那位导演和制作人。我想他们一定会在下次的法庭中以证人身份登场，必须收集更多的事证，做讯问的准备。不过陈木堂哥，所以结果穿着将军超人布偶装的人究竟是谁？真的是那位大神吗？你觉得呢，何信先生？我想应该不是。我也觉得应该不是。那只是为了拖延时间，暂时让大神被黑锅而已啦。好像有点可怜。算了，不管他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印度制片厂。那么晚点会再来哦，到拘留所找你。好的，不好意思。OK。未完待续。